一百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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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百
你搞要做啥？啊，早就巡车。哦，下来下来下来，别叫了，这个不对，我要再把别的移来了。我要过来，我要上面。是啊，来给。几块来六块三，七块来宝。好的。够了，那个鸡块不？含肉你八十块的鸡块，够袂？你用气炸，我无气炸，我用煎的用气的，一包八片，两包三啊六，唔免三啊六，好吧？一个人要上楼啊，三包三百千的。三包。你免三包，一包十二啊，好吧？三包拢皮啊，三百块了。三包。你准去收了吗？准去收了。你准去收了吗？去收未啊？啊，最后来讲哦，今仔日我鸡块变三百，今仔还无人啊，我有大家欢喜一下。我七八万块了，给他给聊，包括沙发了。三百，上面讲鸡块，三百块，那边讲韩老六80块鸡块了，三百。300块，真的好值啊！有啊，来，唔好买外面两包百块了。100块啦，不要钱。百块嘛，七折。我那边买两包百块嘛，七折好吗？百块。韩老六80块鸡块百块了。150了。有啊，来五包。来，百块来。快两个百块了。百块。鸡块啊！我睇没问题。对，你那家里自家里煮来吃，你来吃啦，你话费。小朋友最爱哦。转转麦钱，感谢阿拉讲，我话费咪转转钱，阿家里刚刚赚，家里刚刚钱对不？阿信啊，大锅咩咩不？排骨。哦，你带排骨。排骨过来，来带排骨。来。OK， 我跟他讲，我等他一下。铁铁铁路排骨上面啊，两包啊。两百啊。还要多少？两包。这排骨你看，两块好吃一个，买两块。这个真正的比上面还好吃，这个在你这边。两百啊。这个来新鸡翅，这两块买300嘛，不还你收？你也讲嘛，不还你收？两百嘞。来这两块。三块。上好吃，你去再排骨的。三块。两百嘞。两百啊。这两个十二，两百块。三爷啊！哦，我来到。啊，这两个一个，大哥上面两百不？200啊！你结婚了？你没有？你要我再两千？哎呦，最后一份喽！这两个两百上面几啊？两百。今天准结婚了，卖个老啊！我两个讲拜过来嘛，两百。两百。铁路排骨过来，我再来嘛，两百块。两百喽！两百。哇！100块等一下。来吧，两个吃几多？你今日要再点什么无？有要吃啥无？有要点什么的无？无啊。哦。多少？500了。500了，OK啦。500，这一包20袋，有吧？你若煮来，若无20袋，有吧？我退你钱哦。这一只600无？一只500无？我唔免。三个人叫叫什么吃？妈，你开500，开400，新个钱，200了。200呀！这边要去，那边要去，没有关系。过两边叫500了，好不？200块。200。牛肉卤，200了。那有啊，因为上面牛肉两只腿，真空的吗？够真空。不要再认真的来。哦，那可以自己了。来了，哈！你先你看看啦，吼！你买一支肉啊，一支肉做好食，一支你食好肉，这强将啊，这强将啊！你这个秘制鸡腿，你来要吃卖300200啊？来200啊！来这两块。我卖来块300，一支肉哩，一支肉来，一支肉哩有200呢。200。那我们讲秘制鸡腿，一支肉哩啊，一支肉上哩，一支肉哩200。那我们讲鸡腿有无？200块了。200。秘制鸡腿。有啊，好像是的。他在哪边上？哦，林哥，我们讲故意下巴。
可以先朋友的给你我给我吧。小智，我看有个鸡腿，这有人买吗？你两个食唐扬鸡腿块无？这一包一公斤，规包拢公斤，规包拢是用胶纸留住。我卖给他画500，卖给他画400，来先给钱的先行。200有人买无？哎，200啦，一个。唐扬鸡腿块200，这有两个人200块呢。唐扬鸡腿块200。大包不？哎，200啦。炸物搞啥物？来炸物，你给炸物个啦，做等于。炸物这个是炸物啦。到人要食台式咸酥鸡，几包无骨的哦，一包鱼啊，我两包500，唔免500，两个人就搞到，唔免老你开400，两个买一送一啊，鱼啊我两，来250啊，有人要台式咸酥鸡无鱼啊我，鱼啊我，来给你好好玩一些，对对，打游戏，打游戏打到挂乌的哦，唔免挂，有没有箱子啊？箱子一块，可以啊，那要紧。够不要啥？哎，来干完，太废了，一个要走太废了。干不完了。你有没有干完不？要讲什么医院不？有咩啥物要讲嘞？哎，我要点菜无？有咩点啥物无？该啥来点无？有咩食果冻无？果冻你咩食来食？咩就运动了无？你老囡仔去，老囡仔食啦，好吧？有两份啦 ，OK。全部过的人家包尾，你话过十个？哎，过十两个啊！过十个，好唔好？三个人，我三个，等你，我三个啊！我既然在这会吗？不要 OK 了，好。还是上个五楼的。几楼？上面上面哦，上面上面点不？来第一个先倒出来啊！来啊！哦，我拿三张的 ，OK。第二张。别带，带子了。啥物啥物哦？哪个介绍？啊，三个小的啊。不要，还有，我来讲下白虾哈。介绍。白虾。对啊，要介绍。哎，他现在介绍啊。大概这个是大只的。那你看一下啊。啊！大河。老老要食虾来无？虾要食卖3000，虾要食卖2000，1000有老要食来无？虾。1000哦，白虾1000哦。有老要食白虾无？1000块咯。白虾1000啊。白虾有老要食来无？1000块。1000哦。几下要送你哦？两个人计包尾好啊，1000有老要食来无？1000哦。800、700、600拢免啦，两个人计好啊，500有老要啊，500。来500。白虾500块。有啊，来几只。要吃啥？搞完蛋可以放点。姐姐啊，你干嘛呢？你看咧，打老人来对现在讲的。来，几个你看，你也免问我讲啊，就是那边问我呀，他不问我呀，来去笑的，这个咩？好，这个咩？哎呀，对，对呀，哎呀，哎，可不可以上？你干嘛呗？可玩一包一百零？哎，我当的。要几包？哎，我当的。哎，我当的，我干嘛来哦？一斤的哦。一斤啊，600克。一斤的哦。600公克啦。要2包吗？不是啊，我来试试，刚才。还打200的呀？我来搏去。6、7、8、9、10，谢谢。来，我们上面啊。你找什么呀？你找什么呀？
个，白仓怎么样？白仓啊，你倒黑吗？不要。我要提供一箱啊，我袂记啊，那我下包内底也多。大箱啊，你菜差不多。我那边两包，三包。好啊，大哥，我们两百啊。不要再十几号了啊！不要等八，不要等九。哦，阿黄鱼哦。四尾才包。哇，四尾好不？加一尾十二包，加五尾哦。OK， 我来处理啊。十几，十几两包。两百块。再这个，什么五块？不要太气哦，不尴尬哦。好，再无想啊哦。谢谢。你要大龙啊吗？非常好。哎，宝贝上。好，走。我没到嘛，你没到，还是没到对。我到边吃鱼了？鱼也没，上班去我干啥？来没？我来没了，什么什么人好不啊？什么人？其他宝宝。阿里边，你们啥味？玉米跟高丽菜可以啊。嗯，来。高丽菜多啊，玉米啊，你不想？